连出国都在埋怨团体。这台我就想说，哇，已经很久没有吃中式料理。礼拜五的比较早下，去韩国超市花了900多台。我刚去完事务所，然后竟然明天就要去帮忙做一个净土，等于就是明天就直接开始上班。天哪，我连房子都还没找好，然后就要直接进入状况。但我觉得其实也不错，早点做完的话，我之后的假期就是一个更长更完整的假期这样。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午餐，超赞的。我现在要开始苦恼我的房子不知道能不能那么快找到了，好紧张哦。啊，今天已经礼拜五了，然后反正因为我突然开始实习，所以就都没有录影。然后我现在人在真的超级山上，我在奎尔公园后面，就是比奎尔公园还要在山上的山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租屋处，所以我现在刚去我的第二间 Airbnb， 然后他们是一个家庭这样，然后我现在要去找吃的，因为这里是山上啊，好累。然后这个山上有超多这种法夹弯的斜上坡，我现在走下坡，想到等能回来就要走上坡。You would be mad at the fact that I never eat breakfast anymore。 嗨大家，我就是要去搭公车，虽然我已经住在山上，结果一山还有山高，不过好险，这个通往公车站还有地铁站的这个超大斜坡，竟然有手扶梯，然后但因为这个是超大斜坡，所以这个才会是手扶梯吗？我也不知道。不过真的是在这种山区看到手，觉得很有趣，但是赞。Listen to London repea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e sing. I thought I was dreaming when you said you loved me. There are my feelings, you bottle them up. I keep my distance, you wanna come close.
生英文超级好的意大利餐厅，然后我看他评价蛮高，然后是卖披萨，等一下披萨来我再拍给大家看。然后现在已经快下午六点，但不是这里的人用餐时间，所以都没什么人。好。白天，然后又是另一个找房日，然后我现在要住的那间呢，我现在去看的那间呢，其实也只是住暂时的，应该会再住一个礼拜这样子。因为我目前看房子最理想的一间房子，它是8月15才开始住，然后我可能会在现在要去看的这间先暂住一个礼拜，然后再赶快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也是我满意的房子。然后我现在的头发真的很乱，因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我的现实，就是因为我找不到吹风机，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没有吹头发，现在头发超乱。然后我今天的其中一个计划应该也就是去买一台吹风机，因为反正要住半年应该会用到。现在有一只狗在叫，超吵的。好，先这样。我现在呢要去吃一家酸辣粉，就是那种重庆的面店。其实在网上看那个方案，我觉得 Vodafone 应该是最好，而且在西班牙的话好像 Vodafone 的话会讯号比较好一点。我买了两件衣服，然后是那个 Pull and Bear， 对，然后好开心哦，就连出国都在买乐团 T。 然后另一件是一个蛮正常的短版的素 T 这样。然后今天还在那个韩国超市花了900多台币，我买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会这么贵。然后我想说等着我洗完澡然后去厨房准备要煮晚餐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买了哪些东西。好，那我先去洗澡，大家等等见。买了很多东西，亮，然后盖好材料，好像是芝麻油，
然后酱油，就不知道什么龟甲万是日本的，还是它起来就是日本的，我不确定。薄盐酱油，然后那个海苔酥，跟安城汤面，买了两包，然后还买了那种就是可以直接微波的饭，因为我现在一个人的话没有办法买，因为不然我真的吃不完。然后除了这些以外，我还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就才让我的总金额变得这么高，就是这个煎饺，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贵，但是我记得在台湾好像应该就蛮贵的，所以算了，反正在如果在外面吃饺子也很贵嘛，就是买这个的话应该还是稍微划算一点，可以知道一个泡菜饺子，然后好像是跟我很喜欢吃的那个韩式炒饭是同一个牌子哦，对，然后我还买了泡菜，就是这个就是在台湾也会看到的一个 kimchi 的牌子。好，那我就要来煮我的晚餐，差不多就这样了。好， I wanna turn my phone off, but that's where all my friends are. What do I do? Why is it so hard to find someone new so far away? All the days that I used to have someone right beside me, now I confide in my phone screen. It's tiring, just wanna feel something. Lonely nights talk. 准备要出门去吃午餐，现在是3:35，但这里本来就是习惯2:00到4:00吃午餐，所以我想说可能这个时间我不确定人到底会多还少，因为我想去吃一家蛮有名的 Tapas 的餐厅，但是我看网络上说如果你是一个人就坐吧台的话应该是不用排队，我也不确定，因为今天是礼拜天，但我想说可以带大家去看看，就是因为我来之后基本上很少去那种名店什么的，因为我就真的是来这里生活，然后那些比较有名的店我其实都还没有找机会去，所以我想说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去试试看。But it's better for my mental health. I do not like anybody here, so why do I care? I tell myself that I just need to have someone right beside me, or else I'm nothing but for me. 东西是舍不得，千万要买。